炖猫汤就是要先把猫打一顿，然后把它放入锅中，让它自己开水龙头把自己炖了。喝了这样的汤以后的被子不会被撒尿，沙发再也不会破了。开始吧。哎呀生气。哎呦咬不到。哎呀非常生气。哎呦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你一天吃我的穿我的喝我的啊，我先碰一下你就不行了吗？我摸一下摸一下就不行吗？你先被我打死你。你我摸一下啊，别啊。打我，我砸你了，又不是我把他抱过来了，你打我干啥？干嘛？给你啊，酸奶，喝不？那你喝不喝？快给你，我想喝了。看我站起来干啥呀？来喝酸奶，啊，来下来。你要干嘛呀？啊，还生气呢你啊？你要干嘛？啊？他喜欢不停响，渴望见。Catch me in them streets with my blue khakis on, in my tuxedo smoking blunts with my crew. Gangsta war. Hey. 生气了？没有。真生气了？走开！不生气了，好不？别碰我！哎，不要生气了。我没生气。等会儿给你吃好吃的。啊！气死了吗？不要白妈妈好不好？让妈妈牵一下手手好不好？你干嘛？嗷啥？咋了？生气啦？有完没完了？不要按我的金额。生气啦！要鱼啊？没有啊。干嘛？怎么了？我不就是不让你咬我吗？不让你咬我，你就要叫啊？我。佛。谁佛？
嗯，圈圈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怎么突然一下这么大脾气？嗯，怎么了？